美国南加州有许多喜欢跳土风舞的侨胞朋友，每个礼拜都会齐聚一堂以舞会友，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。特别在这个周末举办舞展，想要学习土风舞的民众可以到场观摩。南加州土风舞社庆祝15周年，将于3月25号这周六晚间在亚凯迪亚社区活动中心举办舞展，特别邀请到了台湾土风舞界著名的萧明美、廖素珍和郭义志老师，以及北加州矽谷土风舞社、南加州温哥华西雅图的同好们，表演17首不同风格、代表多国风情的舞蹈，包括了德国吉鞋舞、波兰寻梦舞、华尔兹宫廷舞、西班牙组曲、阿根廷 Tango、 台湾山地舞与拉丁森巴舞曲等等，展现土风舞多元性的优美旋律和舞姿，欢迎观众朋友到场同乐。这次为了庆祝南加土风舞社15周年庆，我们特别邀请了台湾20位土风舞的代表老师，还有从北加州、温哥华、西雅图、达拉斯跟华府各土风舞社差不多有50多位土风舞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庆祝15周年。我们3月25号的舞展呢是在 Arcadia Community Center 举行，一共有7个土风舞社团，包括台湾来的，还有刚刚我说的外州来的，一共表演17首舞曲，包括了台湾的、阿根廷的、还有东南亚的，以及台湾的原住民，世界各国的民俗舞蹈。我有一首是我自己编的歌剧魅影，有一首呢是我跳一个瓜伊拉的舞，这是一个 Flamingo 的舞。那廖素珍老师当他跳民俗舞。26号呢的联欢会呢，我们大概会有100支的舞一起来联欢。成立于2002年的南加州土风舞社，每个星期六下午齐聚蒙特利公园市，在优美的音乐中学习舞步，锻炼身体。近年来更开设了周一晚间的中级班、周三晚间初级班以及加强班，及周六早上的入门班，让学员在欢乐的气氛下以舞会友。想要深入了解，3月25号这周六晚间不要错过他们的15周年舞展。中望电视采访报道。